住哪儿了？他哪住了能半天？要住哪儿了？他想打哪桌了他？他走哪一步走的太远了啊！你去菜摊慢了一步，菜都不了。走好啊，朋友。我这个油子姐。他快慢，你都该上当。也的就不对，他咋比我走了还多了？感觉。你我能比我能多走两步呢？我咋感觉他的步比我走了还多了？你这往前走了，对不对？能有啥不对？对呀。你妈平常往前走开了。感觉这戏真不对。嗯，你看我说这戏不对吧，这咋不对？这我又多走多走一步，还气跟他瞎说了。哎，你好。啊，嗯，打哪个？你先吃这一先打嘛。啊，对对对啊。这不都不一样了，你要不他挂虫了，知道吧？你不叫他挂虫。在都在。这个屏幕都跑了。这我为啥屏幕跑了？我跑了怎么了？他说一直拖我了，一直拖我了。我说跑了拖了。那是多少呢？这边现在？这个是，那我就跑了呗。这是等于大家你看看，自己这个响。这个是我想吹一枪，这不敢吹，他我敢吹一枪，因为当时说三不枪还打你的兄弟呢，这是好看看房，先打一枪再说，是吧？如果行的话呢，也差的不是很多呢，大家都可以。这个是个打那个响那个是来打一枪。吃俩那几周那气，不愿意站了。没到走不走。如果是就是他先去看看房，如果说房合适了，那价格到时候咱看看商量。我都是因为你现在的房没看，中不中？到时候价格中不中？他吃我是吧？你到时候后来吃这个把大了，我没用啊。有用没用？我都搞起来。好贵，过去单跑贵没用。看房可以。年又年跑你了。都是能年跑，这几天都在家。又年跑，这几个月不年你了？他年那个，这年哪个都是可大了。好了，行行，哎，好，拜拜。接了电话都行，退回去了，不打都退，不别了。打完了是吧？老弟儿，换了吧，好聊了。换了吗？不拼都退。我一下出来了，一上箱子的释放。我一吃他高价砍掉。那你讲呢？老不了，不说比跑老不了。我一走，他就是他还天马打过来。已经五百元了，已经鸡巴百万了。背他咋不背？嗯，准备抽了炮了。兄弟，吃你的串儿了。怪明显的。嗯，撑死吧，撑死了不抽了跑抽了吗？你都举那个啥，打开来了？那你有啥用呢？啊，先试知道吧？啊，好。走着进不去。好吧。他曾经你看着都算完事了吧？这个你看着他也吃呀。用了一的。退一步。他吃吧。退一步打边。我一吃了，他一跑，看到那马了。下一步他准备那个了，他跑了，他准备跳马了，等我了。嗯，这是先咋吃？下都能看出来，看到不错呀。打你个响，你不吃亏。都是逻辑，人家说的对啊。你他一吃，你一跑，假如说他不管了，你不踩他，又说他都鸡巴就进场了都。好伺候了吗？我跑过来，你跑过来，我对局的招呼也不说，他为啥不直接给我对住？行吗？那就是打人们，这就是啥？别扭。他这一步走的好，局出来了，要不那跑进不搁那挡着局了。挡着局了，是这意思。局也出不来，怎么了？我一吃他一高，没啥意义，没意义。他一高一跑，那不是把你跑出来
我生先出来，那你先出来，我先出来找完他也是一样啊，他还是他还是来这报呀，他报就报呗，出来你第一第一天爬出来了，你给人吃的又是醉了都。打电话，那还得吃你呀，姑娘。这马刚漂亮。我这走鸡巴把你吃着那了啊！吃着呢，我这走他公斤你还往上跳，他顶你要就是看着都脱鸡巴了。先吃饱中。看着站不住。哎呀，你都搁这先啊！站不住。你跳得到谁？你搁这咋会吃你的跑了？我都吃着了，我看不要完了。费劲。不转，赶紧跑！大便也大了。大便还大满了，大便。大便他得跳着嘞。他跳呗，跳拱他。跳着拱了拱他跳又他又跳中了。我没有步。跳拱了，直接拱过去了。我咋没有步？这不翁姐一样。弄啥？哟呵，挺带劲了。鸡巴水呀你！不能那个。整鸡甩过去。你理解了？把东西鸡巴飞。你说娘，你往这跳，你鸡巴要往这跳。他要来这跳，你来这跳才公主了。我都要见公主了。他要来这还吃着嘛了？我这马后炮都凑着了，还吃。马后炮弄着你了，带劲了，把带劲忘了。他往这啥？你这把带劲忘了，完你不讲理了。回去带张网球了，哎，来看着吧。这叫活做的，把带张网了，把带张。哎呀呀呀，还咋的？还打响呢，老狙了他还。其实这个气，刚才那狙还不如摔到那边去。弄咋弄？俺们拼狙来的，我也拼了也不能那个。他想拼都拼了。那不拼了不打架。不拼他打你一枪咋弄？那可不是嘛。现在他打的都不带响了呀。现在不带响。我跑吧。必须打，必须。为啥必须打呀？他不能等啊。下午还得等啊。没有。讲错了是吧？他到一讲了网球。跑远点。你来往这儿。我就退一步。往这儿跳了，只能跟累。一带响就弄了。他跟累，我这我操，是不是？跟了你不经常了？经常也说多累了。是不是来？你能把这事预约过去了啊？那多好了！退一步，他又把灯讲忘了，讲忘了，朋友。那上不去了，那上不去了又。这不还是我操，这弄来弄去不还是个这？你不走半天，你说这还有啥意思了？打麻嘛？哟，他工兵了。你该进总进了，不碍事。哎呀，这些都没点事儿。没点事儿吧？啊。还窝着，窝着的工兵了，他还让你窝了五回了，朋友，你不想想，这个气呀、啊，他不会给你机会呀、啊。我一攻，他一窝一弄，他打我响，打不了呀、啊。你问你玩具哥，他跑来打你，他打我，不是打你了，他就是又不打我的气，我可不是都打你的气了。他敢攻。我跟他鸡巴咋人？不敢动，不攻兵了咋呢？我你讲你，你老说他不攻他咋呢？你别聊，别聊，他真怕你都鸡巴死跳。我这一弄腿，他弄我打我咋办？打他狙了，打你你两百，三百，狙了我回去干农活不回去。那你想想别咋办？多简单，要你接个手。上马灯泡了，对，上马灯泡。想咋了又？就是三把灯炮叫工兵了，炮都不打你了，鸡巴光真鸡巴给我想了是，接不了窝巢了，那窝巢就吃的，他把我的响都打个响可以，打你是吓死，打我响不要炮，打个死再个。你窝他能，你找不着能耗，他把响你吃了，打了，打响打响，你姿势不担得了。设计的叫我工兵了，都给我设计的真好啊！他又动过了马了，动了炮了，换就换了，换了，朋友，这气可要换了，这气讲换球了。怪他吧，我不怪，我有啥法？那别人他打你，那打他打我咋办？打你直不下死了，马起来了，马起来了，马起来了，我这刚才我不敢呀，刚才一会儿打两，拐他吧，拐他吧，那拐他还有啥气呢？我拐出来，他一三炮打呢。
干啥我也没去。他有三跑。三跑没法都没法弄。哦，你说三跑的。三跑只是。挑食。你管着的话，四圈可不弄。四圈弄啥？弄一家不中啊。他加啥事？加个中跑一家，你啥事也上。啊，他死了。死了，那这气走了就不怪老李了。菊环跑，给你点上吧。菊环跑，菊环跑的气。这事儿弄明白了吧？不复杂。不过是个菊环跑。别上吧，这还有啥看的？不上吧，不是。不上吧，打你的局。不上吧，把局打。不上了，他应该我应该直接退回来的。退回来直接敲一脚，好运呐。也是个路，你呀，那好点儿。你晚点倒一点，我一推一下，让他打一枪。冲炮枪，你还得。这边你举炮这儿，他打一枪，你。对，打上。咋是不现实？现在都不打枪。这咋弄了？不是呀，关键是你那马没上的时候，他才是讲那个情况。马没上的时候。马不上应该退，应该退局了。啊，马不上退局，他打响枪，你是个事。大兵看到吗？做还没法儿，这一逼啊，他就得打我。一旦一啃个鸡巴马肚，完屌事了吧？这是够劲，满了气，就是啃马，不啃鹅，不啃鹅。本来我想着干死，上去把中炮的讲你了，啃不牢了。你要说啥都玩过，说都玩过。只有电锯了。你出家，你又不想管老家。这个鸡巴毁了，老姜外头中了，老姜外头，外头直接都入土了，外头这一大卷带枪了，惨不惨呢？对，找外头了，这个嘛，这鸡巴可怕了，鸡巴都毁了，外头不灯泡呢，这不是还灯泡？那我给他想着，那刚才想不了。嗯，这你想就去了，你想怎么治了？哎呀，不等他也得等，不等个鸡巴多，就耽误好多。等了，就是耽误。等了你这个上马跑，不等可不给你机会了。你要不等他下次，等了他这个鸡，你这是个马跑。不等可不让你等了，朋友。马跑，不等了，我腿都不叫你等了。对了，等等了。一不等着，那炮都又丢了。嗯，这炮在丢个局还是么局？你把钟没有了，不是不是什么局了？等可真不让你等了呀，不等。啊，一等呀，一上炮让钟没了。你说黄了，对他鸡巴还打两下，这还中了？这可不中了，他又鸡巴再抽两步。一般都吃鸡巴了吧？再吃马吃猪不又带路跑了？那你这了，这个这一吃都多了，这都搁苗样了，吃鸡巴，这一吃的鸡巴。先一次跑，啰里啰嗦了，啰里啰嗦了，真鸡巴啰嗦！我说这是咋啰嗦的？这气咋啰嗦的？才把箱一蹬，我不敢吃跑，不敢，让他转个箱不都错了？他不敢吃跑，他可以倒一下，上个十。我这一蹬箱，他怎么跑下呀？咋不咋吃跑了？他怎么瞧了？他咋敢抽啊？要看着你了，你敢往哪跑？这不能往哪跑？那不就趁你？他抽我不能回家。回家了。不想吃不了了，主要不爽。人家不会，人家跟开个外边，外边都跑一跑吧，都不带一条杆儿。那都跑呗，不能跑了，他就把我屎吃了，关键是。不能帮着跑呀，这喝老瓜了。他脑子喝了喝了，你不吃不吃都中。他别人吃了不吃了。他把橘子吃快了。啊，把橘子吃。